房子呀，一到下雨啊，就有点漏雨。我上去啊，看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，修一修。啊，怎么有人爬到我家房顶上去了？这个坏人，我要把梯子拿走，让他下不来。哈哈哈哈。哦，没啥事儿，修好了，下去吧。哎，梯子哪去了？嗯，大致看看。哎呀，这梯子怎么不见了？是谁把梯子拿走了？